我拆了。咋样？满意不？很满意。哎呀！叫我爸爸回来陪我过生日，错过了这么多精彩的时刻，我一样过得很精彩，我过出了水平，过出了峰值，让他后悔去吧。佳儿，你爸肯定很快就回来了，真的。贝贝，我爸好像已经回来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，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往家里打过几回电话，也不出声。我大姑让我再等等，你们说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呀？咋可能啊，佳儿，你这么优秀，他不可能不想见你。他可能就是不好意思，怕你埋怨他。对，我不埋怨他，我就是想见见他。嗯，你干啥呢？我把生日愿望改了，我改上了希望佳能早日见到自己的爸爸。别，贝贝，那你咋办呀？没事儿，我本来呢也就是想让我爸好好陪我过个生日，但现在我觉得你见到自己的爸爸更重要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有你们了，我现在有了这么多生日礼物。你们说赵家宝是不是有啥大病？送我钢笔干啥呀？一点也不符合我的气质。这个礼物不简单。我知道，纯金的。不是，你看他这贺卡上面写的是耳机，但是他最后却送给你一根钢笔。他刚才说的写错了呀。万一他没写错呢？万一他本来就是想送你一个耳机，结果又送了一个钢笔呢？啊，那咋了？他换来换去，就说明对你生日礼物的重视。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的生日这么重视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不可能！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赵家宝老在班里欺负我，天天就知道损的我。可家宝他都不损的别的女生。是呀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把我当小女孩看。还有啊，他刚才唱的那首歌，一听就是有故事，就好像他这心里啊住着个人似的。谁呀？贝贝，你出来一下呗。干啥？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去，听听说啥，快去快去。那我去了。快去。我会拒绝他的。干啥呀？贝贝，你把眼睛闭上。贝贝，生日快乐！咋样，开心不？赵家宝，赵家宝，干啥呢？干嘛呀？我能。
在医院，你爸动手术了。妈，我爸咋了？你说话呀，妈妈。怎么回事？啊？老金要做个小手术，医生说。他心脏不好，要换心脏。不是，是心脏换瓣手术。这个手术风险非常小，只有4%，挺小的一个手术。医生说晕倒在医院里，所以应该没啥事儿。我也觉得应该没啥事儿，可做到一半，老金咋就大出血了呢？现在还在抢救。豆豆乖，爸爸没事的，别怕了啊。来，给姐姐也擦擦。豆豆听话，去给妈妈和高叔买点喝的去，好不？豆豆，哥哥带你去。高叔，麻烦您这么久了，您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再说了，这总得有大人帮忙吧。我都17了，也算个大人了。行了，大家都别耗着了，都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可是，贝贝，金校长，我爸他肯定没事儿。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，家里会担心的。走了，听话，走啊，高阳。贝贝，家宝，我们留在这儿陪你吧。不用，走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你俩负责把女孩子送回去啊。贝贝，我们还是留下来陪你吧。不用陪，陪啥呀？
行了，回去吧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？我爸肯定没事儿，他不能有事儿。没事了，贝贝。哥几个陪你一起等。对。嗯。我们陪你一起等。不行，你们再不走我生气了。今天我过生日都得听我的。贝贝，你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。谁说不行了？再说了，我哪是一个人啊？我妈和豆豆都还在呢，我还得照顾他们。我必须得行。佳儿，你咋了？佳儿，你哭啥呀？佳儿，贝贝，我不见我爸了。我把愿望还给你。哎呀，你说啥呢？傻丫头，我没事的，别担心啊，我们都没事儿。别哭了，傻丫头。吉林明家属，在。手术很成功，一会儿去办理住院手续吧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没事了。哎呀，嫂子，老季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给你办手续。手术成功了，老季没事了。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手术成功了，贝贝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手术都成功了，你哭啥呀？我再也不过生日了。咋了，豆豆啊？是不是饿了呀？啊，都中午了，给你做饭去啊。对，想吃啥？你文哥给你做。怎么了？嗯，还不说话？嫂子，吃点。嫂子，谢谢啊，嗯，我一会儿吃。钱够吗？够，够。先拿着。英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钱够。嫂子，住院这事我不知道吗？高阳他爷爷奶奶那会儿，不知道啥时候就用上钱了。你先备着啊，备着。不行，那我先拿着，等他出了院，我到银行取了就还你。咱俩家啥关系啊？再说了，金豆豆住我家了，跑不了。行，我看看老金去啊。哎，贝贝在里边。贝贝这孩子吧，这会儿真挺事儿，看咱俩忙活也不喊累，平时看不出来。可不嘛，我一直以为我们家贝贝是真让人操心的。可是这次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！你说这孩子怎么就打着打着，骂着骂着，这突然有一天他就长大了？真是羡慕你！我们家高阳那小子，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啥时候能长大？会有这么一天的，谢谢你。哎，走了，先吃吧。谢啥呀？
你醒了。你咋来了？昨天晚上你手术，大出血，吓死我了。你渴了吧？我给你倒点水。咋样啊，爸？还难受不？没事儿，好多了。嗯。多少年？在高叔家。咋一醒来就问多多？今天几号了？九号。旁边那个包里没有个本拿出来。哦。这个给你的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还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豆豆，你咋了？不会是被他爸爸做手术的事吓到了吧？豆豆，嘿，你爸没事儿啊，他就去医院住几天，休息一下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你妈妈、姐姐还有高斌老师都在医院里陪你爸爸，放心吧啊，这两天呢。我俩带你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俩说，好不？他不会抑郁了吧？不会，豆豆才多大呀？那你是不知道，当初高斌跟我妈离婚的时候，我跟豆豆一模一样，好几周都没说话。那后来呢？怎么解决？我才不传给你的，云梦，洛成，拜托你了。豆豆，我看吧，啊，咋样？他没事了，他恢复的越来越好了。那啥，豆豆平时都爱吃啥呀？豆豆爱吃啥？他咋了？他是不是又作妖了？没有没有的，那啥他挺乖的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就是想奖励一下他。算他懂事。豆豆吧，他爱吃甜的、冰的，就冰棍啥的。你少给他吃呀，别吃拉肚子了。
那，豆豆咋了？哎呀，豆豆没事儿，刚刚说他可乖了，还要给他讲你吃的呢。啊，爸，你睡会儿，我去给你取药去。我去了啊。豆豆，今天这些雪糕都是你的，想吃哪个吃哪个。哎，先吃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哇，这巧克力的相当好吃。嗯，咋样？咋了？啥意思啊？这个不行吗？没问题啊。完了，真抑郁了。没想到豆豆这么小却这么敏感。哎，妈，你看这下就香香了。来，豆豆刷牙。对，刷牙。睡前要刷牙的哦。对对对。豆豆，哥哥知道你现在还很难过，但是咱也得刷牙，是不是？因为从现在开始到老了，你就这么一副牙齿，你要不保护好的话，会后悔一辈子的哦。别吓我孩子，补牙很贵的，你家以前不爱刷牙，我就这么吓唬他的。来来来，刷牙，豆豆来刷牙刷牙。来，豆豆，快快快，哥哥帮你刷。来来 来，咋了？我帮你刷嘛。张嘴张嘴张嘴，必须要刷的啊。咋这是？不是，豆豆不刷牙。校长住院，他估计心里难受，一天都不说话。豆豆，张嘴给高叔看看。虫牙了，明天你们再去补牙啊！我还得去医院帮着看老金呢，睡了。小婉，这牙怎么补？书上说，医生要拿钻头把坏掉的牙一点一点磨掉，如果蛀得厉害了，还得先把神经杀死，再做根管治疗。那多疼啊！那得打麻药吗？还得看情况，有的时候也不打麻药，疼也得忍。豆豆，书上说的不一定全对啊，别怕，有哥哥们陪着你呢。嗯，放心吧，走吧，走。医院有专门给小孩做的椅子，抱得住。哎，人呢？豆豆，豆豆，哎，豆豆，豆豆，师傅开门。豆豆，豆豆，豆豆，豆豆。你这杆儿不直，我看，我给你换一个，哥，你先玩。老板，他说这杆儿不直，别搭理他，找事儿。哎呀，高考咋样？成绩出来没？出了。没考好吧？你才19，跟我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
你呀，你得找个正经工作。来，铁球。来了。你干啥呀？你这着着忙慌，你干啥呀？这是。对不起，哎，你怎么跑了？对不起。下回注意啊，别毛扔的。豆豆，豆豆。豆豆。豆豆。看到他了吗？没有啊。哪来的小崽子？放开你爷爷！欠教是吧？哎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家孩子呀，是不是欠管教啊？哎，干啥你啊？小孩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什么台球厅啊？啥人都让进。你不让我教训他，我愿意教训你啊！哎，你不是要教训我吗？行，等着啊，走。哎，你往哪跑啊？你爸妈呢？放开！小孩别一个人出来乱跑，知不知道？放开！我削你！你还要削我呀？知道不？我小弟高阳，这个豆豆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不懂事儿！我要找到他，我非削他不可。还要得回菜市场看看。走，让你爸妈去，快点！不是董大伟，把我家孩子放开。去吧。高阳不是你小弟吗？你怕啥呀？啊？你不是有啥事儿你冲我来？我可没欺负他啊，你问他自己愿意跟你走吗？我不去，我不补牙。不是补牙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过来！豆豆，看着哥哥，今天不补牙，明天会更疼，知道吗？我不要大出血。补牙怎么会大出血呢？我不信，我爸就大出血了。相信哥哥啊，补牙不疼的啊。你凭啥这么说？你补过吗？小大哥，让你看。我补过，我没死吧？那疼吗？你这点疼你都忍不了，你怎么当男人啊？啊？小大哥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爸在家看着他。大伟，嗯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嗯，对对对，帮我俩这么大的忙，这一顿饭必须得我俩请。哎，你个学生跟我冲什么大头？我都工作了，让有钱人请来。你咋工作了？不上学了。没有什么好上的，找点工作挺好的。没考好。嗯，都怪那小子乌鸦嘴。不是，我逗你呢。我都这么多年没学习了，怎么可能考好了？考上了那叫意外，考不上那是理所应当。跟你没关系。哎，那你干啥工作？我就跟几个朋友做生意。大伟，货到了，快去卸一下。哦。老板是我朋友，帮个忙，快点，快点的，哎，来了，你们先吃啊。
快点的，我还送其他家呢。啊，知道。Thank you.